台南归仁一间纺织工厂地震来时，妇人正在厂房角落工作，一阵天摇地动，把厂房上的水塔震落，水塔摔破屋顶，重重的砸在妇人身上。厂房除了那个洞之外，其他都没有事情，所以是我猜应该是水塔摇晃了之后，那个水塔因为水重啊，它就晃进来了啊，所以屋顶就破了。56岁的蔡姓妇人当时和3-4名员工同在工厂内工作，地震当下其他人都及时逃出，唯独她不见踪影。大家拿着手电筒去找，才发现妇人已经被压在水塔下。因为找不到人啊，然后就只有那边没有找她，所以是去用手电筒去找，说那人是在哪，是不是在那边？对，然后动员公司，就是大家都住附近啊，call人来把水塔搬走啊，才把人救出来。来到工厂现场，大门紧闭，员工则是透露厂房的搭建似乎不是很牢固。厂房其实也是搭的啊，然后它刚好是水塔晃进来，它就破了嘛。在这里工作24年，原本打算再过几年就要退休，没想到突如其来的地震让他来不及逃跑，被水塔重压伤重不治，期待着退休的那一天再也到不了。记者张哲如、谢维仪、SNG 小组台南报道。